舅舅说我带你去安徽。他带你去是去挣钱去了吗？他带我去了，然后是把我卖了一个男的。那天他睡着了，然后我就跑了。都做过什么样的工作？做足疗。一个月能挣多少钱？一个月挣10000块钱吧。能挣10000块钱？因为我打了4份工作。还做了什么工作？在2家足疗店，然后还卖衣服，然后卖衣服卖酒。再辛苦再累我都值得了。为了找妈妈找姐这个目标，再累再苦也值得。是的。